live 有冇反應 ？Testing，Testing， Hello， 有冇人啊？誒，我見到有冇人？可唔可以俾埋我睇啊？喂，舊金曲嘢來啦！要瘋要瘋狂咩？瘋狂比心哦！等我 share 咗上我個 Facebook page 先。我哋遲咗少少開始，因為準備充足。大家聽唔聽到我哋啲聲啊？可唔可以俾啲反應啊？我要等下佢哋入嚟噶嘛。好啊，十點應該準時要等我噶嘛。坐定定，歸及正體。我都想有電話可以睇。唔係，我 share 咗上我個 page 先。係咪啊？而家我看不到有冇人留言定點啊？因為我冇數。嚟緊，我好多部電話，但我冇咯。唔係你嗰部係拍緊嘢嘛？技術上問題，但我本身攞咗兩部電話嚟嘅，有一部就諗住睇啲大家嘅message 啦。咁但係因為有少少問題，開唔到嘅。係啦，我出去幫你打爆佢。打爆。係啊。係啦，可能聽到我除了我和阿 Mark 之外，又聽到其他人的聲音，是因為現場咧，真係有啲現場觀眾嘅。係啦，勁勁啊！現場觀眾啊，我哋係啦。傳說中話會嚟睇到我開 live 嘅朋友咧，今日為咗十幾個人喎。係啊，介紹下個靚仔叫咩名字？係啊。你自己介紹定點啊？大家好，我係大俊陽，Hello， 誒佢都係唱歌噶，咁我識阿 Mark， 我哋識咗幾多年啊？哇，要數呢啲，數學好差，幾年啦，唔識數。係啦，我哋都係幾年前去去澳門唱歌，咁識嘅。咁佢而家都係有唱唔獨立歌手啊？而家叫獨立嘅唱作歌手。係啦，因為我自己作曲作詞編曲嘅，我本身喺外國波士頓讀音樂啦，帕克萊音樂學院，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咧？唔識唔緊要嘅，總之咧，我係作曲、作詞同編曲嘅。係啊，好勁啊！成日攞獎噶。但因為咧，我今日個 Facebook 咧，我頭先太趕啦，有太多嘢要 prepare 咧，咁唔知點解有少少失靈咧，就 tag 唔到阿 Mark 嘅名。係啊 ，tag 唔到我 Facebook page 啊。咁但係如果大家想，即係都 connect 下咧，等我係留個言先咧。係啦，完咗嘅時候我都會再 tag 佢個名嘅。唔係呢個唔係我嚟嘅。Sarah 話啱啱放工趕得遲，多謝你啦，一定要開住。William，Hi，Hi， 我哋不如試下。好似見到阿 Cat 啦，頭先係咪 ？Cat 喺度。Cat 係咪你嘅朋友啊？係啊 ，Cat。Hello。阿 Cat 係呢個我喺第啲平台嗰度唱 cover 嘅，留意到我嘅。Hello，Hi，Hi。Hello， 大家好。我哋差唔多準備唱歌噶啦，第一隻我哋係咪可以講俾大家聽係咩歌啊？我哋今日懷舊金曲嘢啊！係啊，今日懷舊金曲嘢，因為咧我見咧之前同啲朋友講話留言話點咩歌咧，大家點啲歌都我有啲。紙猜忌啊！鳳閣一首有啊，紙猜忌真係有啊，真係有啊，真係有，你真係可以翻去睇翻，真係有人留紙猜忌，兼同埋好多啲古裝片嘅主題曲咁樣。小李飛刀。好似呢隻就呢隻好呢隻。係啦係啦，咁咧吳邦邦，我唔幫啲狗狗吹毛就趕嚟睇啦 ，Jimmy。會唔會凍親㗎？係咯，好好啊，我哋咧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第一隻唱咩歌？好啊，我哋。第一隻咧，我哋揀咗呢隻正啊！呢隻咧就係由呢個 Kitty 同埋朱主席合唱嘅《從不喜歡孤單一個》。係啊，從不喜歡孤單一個。我就今日扮住朱主席先。係啦，我都會跟到嘅，唱熱咖啡面。熱咖啡。好啦，我哋不如試下第一隻歌詞好嘛？第一隻歌《從不喜歡孤單一個》，因為我哋真係好準時開始啊 ！Hello， 子涵，好親切啊，叫得子涵。好啦，你啦。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算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重印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
下次開 Facebook Live 嘅話咧，一定唱俾大家聽。包照管家。包照管家入邊，唔知係咪我角色嘅歌嚟嘅咧？因為我見都幾多人留言話叫我唱嗰只歌咁樣。其實你都冇乜點聽嗰只歌。我冇啊冇。所以我今次其實佢哋點啲歌咧，好多歌我唔係好識啊。阿Jean唱得好好聽啊，多謝。 其實想問一下呢首係咪已經係你哋界定嘅懷舊金曲啊？係咪啊？都喂，即係啊，係啦，即係唔係話乜嘢，不過就都算係嘅，係啦，但係有啲應該有隻好似仲舊啲嘅，係啦，係啦，係啦。
動漫歌啊，因為咧今日我請咗個朋友嚟嘛，咁咧就如果淨係唱動漫歌嘅話咧，佢就好悶。唔係我唔識啊，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啊。不如我揾一次開 live 咧，淨係個 live。我只識數碼暴龍嗰啲。係啊，係嘛？不如我開個 live 就淨係唱動漫歌好唔好啊？不過你哋一定要嚟睇喎。兩個都唱得好聽，多謝哥哥仔唱得好好，有人讚你，快講多謝。多謝多謝，係咪睇先？係 Paco 啊。好齊好夾，別多謝，我哋有練過㗎。新歌嘅話可以唱《演員的自我修養》啊。我有聽過，我聽下佢唱緊佢。加油！我係你中學同學喎 ，Paco。Paco 係你中學同學。你中學同學係咪？我好似唔識一個 Paco 啊。Paco 係我中學同學定係？係咪你啊 ？Kitty 中學同學。係咯，有冇？我係 Mark， 大家好。係啊，咁咧我下一隻歌我哋唱呢一隻歌咧，今日咧就專登點俾一個人嘅。咁咧我唔知呢個人有冇嚟到睇啦，因為咧話説咧，大家如果呢輪咧有睇 Facebook page 嘅話咧，都知道咧我係好迷戀蕭叔叔嘅。咁咧。話說有一天我就請求，梗係痴戀，係啦，我係啦，我係痴戀嘅。你唔知我喺 Facebook 嗰度見到佢嗰啲 update 嗰只，哇！係啦，咁咧跟住話說咧，好迷戀呢個蕭叔叔啦，咁佢又好中意呢個 DJ Soda， 咁我就我都好中意 DJ Soda， 真係好過分。跟住咧我就請求網民話，可唔可以幫我 key 我嘅相落去啦？即瘋狂女 fans 嘅行為啊！咁啊真係有個朋友咧幫我 key 咗張相喎，咁所以咧我就應承咗佢咧話如果我開 Facebook Live 嘅話咧我會俾佢點一隻歌嘅。咁咧佢好犀利啦，佢點咗呢隻歌咧叫做《喜歡你》，佢 send 俾我條 YouTube link 咧就係徐佳瑩唱嘅，但我翻去 search 咧，原來呢隻歌係陳潔儀嘅，咁我係從來都未聽過嘅，咁所以咧。都唔係話太熟，不過咧又真係應承你咧，專登去練呢一隻歌嘅，咁所以而家送呢一隻比較抒情啲慢歌《喜歡你》，咁我就兑現咗我嘅承諾啦，希望你喺度睇緊啦，睇緊就俾心我啦。喜歡你，給我的懷疑，讓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揉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也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默言语，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也让我也看出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默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
天气，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记住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默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多谢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喜欢你Melody， 因为是昨晚才听的，因为这轮都比较忙啊，可以说个好消息给大家听。其实呢，什么好消息？是未公开过，因为呢今天呢大家来这一度呢看 Facebook Live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唱片公司的 rehearsal room 来的。其实呢我是签了唱片公司的，真的。大家成日都跟我说呢，说如果第时我出碟的话呢一定会买碟支持啦。咁而家机会来啦，真的签了唱片公司。咁年中呢就会出碟㗎啦。咁应该六月七月啲时间啦。咁会出 Hi-Fi 碟嘅。咁都会有一隻自己嘅新歌。咁到时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一直支持你㗎喎。係咪呀？我係落 order 买十隻先。十隻先係咪呀？四隻我买四十隻。好好啊，周周係咪呀，聽啊天天啊。最少四隻，出碟出碟，係啊，真的會出碟㗎啦！好多 fans 喎，個個都忠實擁等啊！多謝啊！我點英文歌啊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因為我記得早幾年嘅一個訪問，你話喺網上唱過，但最後我揾唔到，咦，真係唱過嘅喎！係啦，好啦，我唱完歌咧，哇，有人唱四十八，四十八，嗱，唔好亂咁講嘢啊，真係要認數噶。阿媽希望你都快啲出碟，我都希望阿媽快啲出碟。阿媽琴日唱歌都好好聽啊！俾啲心心阿媽得唔得啊？耶！係我介紹下自己先，我係阿媽戴俊陽。因為頭先咧呢個情急之下咧，咁啊 Kitty 未講得切，將我個 Facebook page 打喺個 post 度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上網Facebook 又得 ，Instagram 又得 ，search 下個名 M A R K， 跟住 T A I。係啊！多謝大家。咁我頭先唱完歌啦，今日都請到阿 Mark 嚟咧，咁我哋不如而家就到阿 Mark 唱歌好唔好啊？我見頭先有人點歌啊，有人點歌係佢點千千阙歌，千千阙歌你係咪諗住唱啊？我係諗住唱千千阙歌。好啊好啊，男仔版係咪？等我都做下觀眾先。好啲嘅去咗邊？技術上嘅問題啊！好。哇！你哋過曬嚟喎 ！Hello， Hello， 阿愛，阿 Cat， Sharon， Hello。好，送俾大家千千阙歌。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临行离别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可不可以播录翻上去？原来全是你
令我的思忆漫长。chorus 喺上面啦。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从想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啊，因你今晚伴我唱。因你今晚共我唱。Thank you。好唔好听啊？阿妈唱歌，多谢你。好多心心啊！你睇下，好好听啊！飙出嚟，真系不得了。多谢大家，多谢。我同阿妈把声夹唔夹啊？佢哋我见头先，佢哋话我哋有冇系咪啊？把声好夹过。无心睡眠，唱忆念。阿 Cat 話唱《遲來的春天》係咩歌嚟㗎？《遲來的春天》。遲來的春天啊！喺邊只啊？唔識，真係唔識喎。遲來邊個唱㗎？譚校長。譚校長有現場，咩啫？有現場，現場觀眾話係譚校長，真係未聽過呢只。心仍是冷，想聽一人一個夢想。一人有一個夢想咧，飛奔大漠中，飛奔大漠中，啦啦啦啦啦啦啦，飛奔萬千里，三足為兔兔。阿媽唱得好好聽啊！哇，我係啲 Terry 話我係女神，我多謝你，好幫手啊！嗰個朋友，舊歡如夢啊！舊歡如夢係當年相戀中人嗰只。有時有啲識嘅。下次 live 可唔可以有現場觀眾啊？問下公司先。下次可唔可以有現場觀眾啊？嗯，使唔使收入上翻？最多包杯奶茶咖啡。活著 FIFA， 大家都好似好想真係聽啲好舊嘅歌，係咪啊？係咪頭先我哋啲歌唔夠懷舊啊？大家覺得？嘿，我哋唱咩，佢哋聽咩㗎啦？我哋其實揀咗，我哋其實我哋不如揀嗰只真係呢一隻，如果咧都話唔穩。喂，佢叫你唱 Elsa 喎。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me back anymore。唱咗。我好好聽。黐線。不如我揾日咧開個 live， 淨係唱動漫歌咯，好唔好啊？即係咯，大家都覺得成日點歌咧都係點動漫歌嘅喎。即大家是不是覺得我的日文是很厲害的呢？你要知道呢，十隻九隻的動漫歌都是日文啊。嗯。那呢我是你會唱日文歌的嘛，是不是？我是練得很辛苦的，即是一隻歌我是mark啲音mark得很辛苦，但是我是。即是他不想認自己聰明，他都沒有唱。啊，很辛苦的。聰明呢要等人講的。我現在說你聰明的。多謝。那剛才的歌大家是不是覺得不夠懷舊啊？我們不如唱這一隻。如果這隻呢都覺得不懷舊的話，那就真的今天可以 close 了這個 Facebook，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就可以 Facebook Live， 可以我們可以拜拜了。我這首正啊。好，這隻是什麼歌？這隻這個有個小插曲過，都是分享一下。是的，這首歌呢，接下來這隻歌呢，就是我和 Mark 呢那時候去澳門唱歌，咁咧嗰個唱歌嘅主題咧就係話懷舊金曲夜啊，咁咧佢哋俾咗一啲歌我哋嘅，而家呢一隻歌咧其中一隻係佢哋俾我哋唱嘅，點不知咧我哋現場唱嘅時候咧，可能喺賭場啊嘛，咁有人賭錢輸咗咧，
咁佢就去 complain 我哋話：哇，點解可以唱啲咁慘嘅歌㗎？哇！呢只都好應景嘅。係啦，佢就話呢只真係太應景啦，咁就即係俾人哋投訴啦咁樣。咁咧，我哋就好狠咁喺賭場唱到呢只歌。冇錯。然之後仍然有命咁樣離開咗個賭場。咁送俾大家有呢一首《人在旅途耍淚時》。正啊正。明白世途。情漫漫，谁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深深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耍淚時，淚已流，正為你重情意，淚乾了，再懷念往事，心中有日事，永難移，期望有日相會時。我哋唱呢啲歌夹唔夹先？我谂起以前拜年咧，拜年佢哋会打麻雀嘅，系即系喺个亲戚屋企，因为我哋就会聚集喺佢屋企嗰边，就因为佢屋企出边有个位，咁即系都可以塞到好多人嘅，屋企都好多人嘅，咁啊有好多人喺度打麻雀，即系摆咗四五台喺度啦。跟住咧，一有啲咩人咧，就唱埋啲好慘嘅歌咧，就會俾人打噶啦。即係僆仔啊，或者你喺度亂講嘢啊，即係講埋啲唔吉利，想拍人哋膊頭啊嗰啲，跟住就俾人吊起嚟打。謝，係咪睇下留言㗎？誒係喎，留言先。我未出世嘅時候嘅歌，頭先嗰隻歌係為咗你哋而設嘅。哇！咁悲情。有人話有邊嗰個人勁靚仔，即係你。火熱動感啦啦啦，好狂野啊！呢個朋友，相愛多年係邊隻歌啊？相愛多年，幾時喺香港開演唱會啊？就要靠你哋買碟啦！就點買得好咧？哦，Hello Mandy，Hello Mandy，sorry 啊，答咗你哋。唔緊要 ，Q 妹也在聽 ，Hello Hello Hello， 有台灣的朋友在這裡。Q 妹是一隻狗，是，對對對。对啊，我怕说错了。Hello, Vincent。一只狗。对啊，很好的。我自己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是去，就是找他的那个小狗去玩。哦。所以你们是朋友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现在在这里说 ，Q 妹也在听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我同我啲朋友打下招呼先。好啊。玩歌之星都喺度啊。Hello，Hello，Mandy。可以唱蔚蓝的歌吗？我哋系咪要听下大家点唱嘅歌咧？可以换下。识唱咪唱咯。大家有冇点唱啊？相爱很难啊。
大懶糖。愛很簡單，似水流年。啊，有冇啲咩大家蔚藍嘅歌啊？蔚藍有咩歌啊？柴灣嘅朋友唱張惠妹嘅《聽海》啊，《聽海》都可以唱喎，會唔會好高音啊？教教佢啦。聽海哭的聲音，我哋好啦，就試下唱《聽海》啦。好耐冇唱過喎。我記唔記得點彈嘅？睇下先。記唔記得㗎？我都唔，我哋唔緊要啦。你帶住我咪得咯。係啦。嗱，因為咧，嗱，真係唱到有咩甩漏嘅話咧，就都要俾心心，因為現場點唱噶嘛，係咪先？我趴曬喺前面，我哋而家要揾歌詞。係啦係啦，你咁你趴去。我犧牲我啦，而家。好啦好啦好啦。唔係我嚟。因為呢部嘢。我唔識打你呢個咩嚟㗎？你用你嗰度 search， 我用你嗰度睇啊。你碌我一個。你打。好，有人點歌《聽海》。會不會彈琴啊？你考我啊？是啊，我記得有部琴啊嘛。試下咯。嗱，我哋試嘅咋嚇？呢隻歌真係幾多年啊？聽海。Hello Pansy， 後來啊，最愛是誰人點？最愛是誰都可以唱嗰陣。開正你嗰份。係啊，好，有朋友點聽海，我哋即場聽下先啊。写信告诉我，应该呢个 key 啦，我就嚟啦。啊，但错唔好笑我。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呢、这個 live 嘅我嘅 fans 咧就見到我彈琴啦，因為你哋好少見到我彈琴。係咯，點解咧？我識你嘅時候係琴嘅喎，誰明浪子心喎？誰明浪子心喺邊點唱嘅？啊，可以笑的啩，係咪啊？係咪嗰首啊？嗰首。哇，隻手咁高音嘅。
即想我哋團，即刻就彈到好勁喎，梗係勁啦！佢阿 Mark 咧，佢彈歌咧冇 cut 噶，佢睇住個 tab 咧係歌詞嚟嘅啫。唔係嘅，我即係要好要即係熟啲咯。譬如頭先嗰首，我前面就唔係好記得係點唱，所以就好易會出事。後來海闊天空有咩歌我哋可以一起唱啊？有咩歌男仔你可以唱噶？我哋應該仲有揀咗合唱歌㗎。係啊，冇啲人點唱㗎嘛？點唱係咪開心啲啊？唱你哋嘅歌嗱，你哋唔俾多啲心心咧，下次唔開 live 我唱啦，我唱啦，我唱，我唱，我唱，將愛是誰留翻俾你啦。好啊，陣間你唱啦。長街的一角係咩歌嚟㗎？現場觀眾唱大冷堂。長街的一角邊個唱㗎？現場觀眾有冇人知道？喂，呢只真的很冷門喎，冇人知喎。哇，唔係你啲朋友嚟噶，啲歌咁偏門。係咯。哇！我唱完個聽話有啲暈啦，而家。頭搖又尾擺。頭搖又尾擺，飄搖境界。地方大。林憶蓮嘅。林嚇呢首啊？我頭先嗰只。我頭先嗰只。拖字訣啊！林憶蓮，喂，有人點偏偏喜歡你喎？係咪陳百祥噶？係啊係啊。愁水。陳百祥係叻過。唔係啊。陳百強先。你點咩歌啊？唔係，我見到有人點至少還有，我可唔可以唱啊？可以可以啊。可唔可以俾我唱？好，林憶蓮，好多林憶蓮嘅 fans 喎。好，聽下 Mark 嘅男仔版本《至少還有你》。大家想跟埋我哋嘅 Facebook Live 開到幾多點啊？時間真的過得很快，現在已經10:08了。Mark 等於 one of the best singer songwriter。 哇，怎麼那麼客氣，好害怕。唱通頂唱通頂，等我都聽下歌詞。心影不离，如果全
上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哦，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相信的事我总记得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Thank you。识弹琴嘅男仔加三十分喎，满分系一千分啊！但都加三十分啦，点都加三十分。多谢多谢。系啦系啦，我咧今日咧有啲任性。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嘅 Facebook 咧，话其实今日咧有一只合唱歌，我系好想唱嘅。就系我的回忆不是我的，但系咧系啦，即系都系唔知点解我本身系好中意呢一只歌嘅。咁咧都有谂过唱唔唱嘅，惊走音。咁但係咧，都覺得都係 live 啫。咁如果真係走音嘅話，大家應該都會俾心㗎啦。咁我所以咧都係想唱呢只。咁不如我哋而家唱唔唱呢只歌啊？係問下。啊！大家要 keep 住俾心啊！啲心開始好伶仃啊！係咪第一局啊？呢度？在這裡了，行不行？你看到好，我來的了。送給大家有這隻《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正啊。嗯，等我講一下。如果不走音的話就給 like， 走音的話要瘋狂給心，就要給兩個 like， 要瘋狂給心。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感到属于你的气息。只是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偷看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可不变色 ？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当晚片片想起风的情景。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失恋的都有多深，失恋的都记住约定。当你想的世界，当你想的刹那恩爱，无分你的我的。只是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
什么可不变死 Oh baby 多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已变上起风的情形回忆不再想再与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多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天天想起风的情景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竭诚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Thank you 多谢哇唱完好肚饿我个心容纳唔到两个两个边个话噶边个话噶两个都要容纳是啊 Ronald Hello 阿辉 Hello 又有机会听到 Kitty Live 多谢你嚟啊爱请问怎么走啊多谢哇好多哇原来有 Lily 啊 Lily 是认识我的声音是看情人眼里高一点哇很久之前、哦、因为那时候是九宏卫刚刚出道我是配他的配九宏卫哇很多年了有人是女权哇女权原来是你来的是啊女权那个刘璇呢那时候 TVB、出街配音是我配的哇大家真的看 TVB Hello Tiffany 不知道 Tiffany 在哪里 Hello好正啊多謝唱得之人好好啊我覺得都挺好啊我們把聲音是不是夾得好夾啊欸跟聰不聰明一樣人家說的嘛唱其實我介意不是很熟因為愛情、啊、是不是王菲那隻啊 Eason 那隻因為愛情啊但是鄧大那隻不是很記得咯不是很有印象是啦哇多謝啊大家還有什麼歌想聽啊唱啦唱啦咪呀你不是要唱這個最是啊還有剛才都有人點最愛是誰啊那不如我們就唱最愛是誰好嗎找回去今天大家想個 live 去到幾點我們幾點我們幾點完問他們你問他們叫你唱到明早的不會啊我見心開始沒什麼呢我就算了好嗎送给刚才有人点这个最爱是谁啦那呢就点歌都真的几紧张的原来好送给大家有这一只最爱是谁林子祥的在世间沉溺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变了他原为了留住爱，仍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吻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有每天如无过去
沉默里任何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好是绝对。为何能共居有平淡似水，吻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居有平淡似水，吻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多谢，我唱得好。好感触啊！个人好好好易好易。最爱是谁？呢首系讲，应该系讲一脚踏两船喎。真系好好唏嘘。多谢多谢，送俾大家有头先嗰首《最爱是谁》。阿 Mark 都弹到，大家中意阿 Mark 弹琴定吉他多啲啊？头先啊，如果中意弹琴嘅话咧，就 like 啦；如果中意吉他嘅话，就俾心心啦。我嚟睇下边个多啲啊！系咯，深深多啲喎。但系、我自己本人可能比較即系男仔，好似彈吉他咧，好似好多人都識咁樣，即係琴好似少啲。係咩？香港唔係個個都八級琴嘅咩？哇！唱下試下唱飛飛喎。飛飛。啊，其實陳妍希啦，因為係咪四月啊？之前即係唔喺度嘅。哦。所以嗰只飛飛係佢。人點飛飛啊？嗯。彈古箏，其實我仲識吹 saxophone 同埋拉小提琴，係咩？哦，如果我好似你咁彈得咁勁就好啦。大家仲有想聽咩歌啊？有人點《花落誰家》喎，阿媽你會唔會唱《花落誰家》？李克勤嗰只《花落誰家》，現場觀眾，《花落誰家》邊個唱噶？Why not both a cat 已經答咗。Why not both？ 係喎，都可以嚟個 crossover 咯。幸運是我。幸運是我。深信幸運是在我手裏。嗰只歌係邊個㗎？羅文。葉德嫻。葉德嫻。哇！哇！夢醒時分。哇！大家點啲音啲歌好高音啊！但係呢只歌咧，我哋都係我都唱過嘅喺賭場。係喎。都係唱到攞你命三千嘅。而家你唱咩歌啊？系喎，到我。系啊，唔可以淨我唱，唔可以淨系我唱曬噶嘛。我唔花落誰家唔好啦。咁你睇先啊。要播 MMO 啊。相思風雨中。不如我哋唔係，你睇下啦，我唱只歌先。係咯，我都要聽下你唱歌。係咪真係可以點歌？梗係啦，頭先嗰啲歌咧都係你哋呢度點歌唱嘅。嗱，冇出貓，有人點約定啊？唱約定。係啊。剛才那些聽海全部都是你們點的，那些不是妹來的。好厲害啊，你聽海都唱。你也厲害啊，現場彈到。不是彈那些不同的嘛。看看先啊。為什麼要點上明朗之心啊？聽說太理想的明朗。不是，有一個是趙學而。是啊是啊是啊。還有，但那是個 key 的問題而已。聽說，那時候我經常唱 K 場的，因為。哇，那時候是再高音過原本。因為要走翻照啊！王菲，好，等我都聽下 Mark 唱歌先。現場聽就我有個人話Fergus 話乜有妹嘅咩？冇理由嘅，但係點解咁似妹嘅呢一句説話？冇啊，好似係啊，真係冇啊，唯獨你一個一生中最愛喺邊位？天的燈哦，好，我都聽下 Mark 唱歌先，你哋 keep 住俾心啊！
Hello Angela。咁犀利嘅，佢一心幾容易咧。记得冬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茫，还燃亮那份未稳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单白都可认得你。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当天街角流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Thank you。好唔好听啊？我挂住自拍咧，搵唔翻个 Facebook Live。哦，我帮你开翻先。多谢你啊！好唔好听先？大家咧，如果覺得阿 Mark 好聽咧，都可以去佢個 Facebook 度 like 佢個 Facebook page。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都會找到我啦，就咁 search 我個名得噶啦 ，Mark 就 Mark 啦，跟住我姓戴嘅 Tai， 咁 Mark Tai， 咁啊揾到我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啦。頭先因為匆忙之下，我哋唔記得咗擺翻，但因為而家都開緊 live 咧，就唔可以一心幾用啦，唔緊要嘅。一陣咧完咗個 Facebook live， 我會即刻就會tag 翻佢啦，咁大家就可以喺我 Facebook 度咧就揾到佢噶啦。是啊，一定要多多支持啊。好勁喎，星途四，即係玩歌之星啊，你知玩歌之星啊？係啊。咁佢就話我對音歌詞啱音有追求，因為佢知道我唱唔係唱翻原唱嗰粒音，跟住就話我改人粒音，所以好有追求。點解成日要你唱女仔歌啊？
係咯。哦，放心。我中意啫。阿媽係係中意女仔嘅。咩啊？中意唱女仔歌同中唔中意女仔冇關冇關係。我驚佢哋以為你嘻嘻啊！哇！你唔講人，你都唔會覺得。你講完真係喎，好似係喎。係啦，佢唔係嘅，以我所知就唔係嘅，所以個。但係你問過你咪。所以個個女仔咧話彈琴嘅男仔加三十分啦，又識彈吉他啦，真係好心動。你有冇睇過嗰圖啊？咩圖？如果靚仔，又有錢，咁樣通常都冇才華嘅，但你樣都有喎。唔係我冇錢，亦都唔靚仔，我係成日識音樂啫。咁跟住，如果錢靚仔同才華都有，就一定係基噶嘛。係咪啊？係應該係有個咁樣嘅圖。所以你而家係少咗冇錢嗰 part 係嘛？係啦，冇錢。我嗱你講嘅啫，點解開始冇曬心心同 like 嘅？大家仲喺邊度㗎？我見好多人睇喎。你真係好多 fans 嘅。點解冇心心冇 like 嘅？點解靜曬嘅？你啲 fans 好唔開心喎、啊！而家靜咗。內斂啫。係咯。上次喺你嗰度開 Facebook page 咧，唔係 Facebook page。上次喺阿媽嗰度開 Facebook live 咧，好多心心嘅，嗰啲心心係情填滿曬。我哋情感威脅佢哋咁㗎啦，係咯。係咪大家已經眼瞓啦？咁我哋 live 我而家都可以俾心心你㗎。有冇啊？有冇心心？冇啊！點解我睇唔到嘅？冇用。原來我呢度冇喎，一個都冇喎。真的我呢度是一唔係我撳嘅，因為我用緊我個 account 嘛。嗱，因為我哋頭先有嘅，因為人哋撳噶嘛，呢啲我撳嘅。喂，揾個人撳俾佢睇。哦，即係而家一個人都冇人睇啊！呢個人壞咗啊！喂，揾個人撳俾我睇啊！咩都好啦，笑又好。好開心啊！你個嘢壞咗喎，佢話。唔係啊！你有冇睇過段片咩？冇啊！有個。但我想問，而家係咪有人咁深咁 like？ 因為我真係一個都睇唔到啊！佢係按撳到手軟，睇唔到喎、啊。我真係一個都夠睇唔到喎、啊，點解嘅？呢個嘢壞咗啊！我諗我哋個嘢真係壞咗。我哋真係我正正佢，我正正佢。我哋而家係好唔開心咁樣。傾住偈先，傾住偈。係啦，冇咗心心，搞到我頭先有少少覺得，咦係咪唱得唔好聽？係咪我哋唔？因為一路睇咧，突然之間冇啊，冇咗啊。唔係喎，爆心喎、啊，佢哋嗰邊。係咩？是我哋唔啱，係真係我哋個嘢壞咗，佢哋都話我哋壞咗啦。好啦，順快啲講翻一次，你個嘢壞咗先。順利地，係咪啊？有冇翻啊？都冇喎。有冇翻啊？唔緊要。有啦。但係都喺嗰邊嘅。有啦。呢邊有冇？我未撳啫，我未撳啫。嚟緊我哋唱咩歌好啊？我好想唱呢一隻歌喎。啊！見到啦。但係頭先有人點？完全冇人懷疑我哋，其實係作大嘅。只是逼他們撳心心，不是真的這樣，我發誓我是不會說大話的。喂，春晚曬你啦，多謝你們啊，勁撳冇停過手軟啊，好好，你未 update 個 Facebook 咋，勁撳，多謝 Gary， 多謝炸雞，我覺得現在很想點這一隻歌。 Hello Justin， Hello， 等一下，你們繼續按心按 like 先，那我想唱這一隻歌大會堂演奏聽好唔好啊？勁！因為呢啲歌咧，平時好想唱咧，覺得唱 live 咧會好易走音啊。咁咧，但係 Facebook live 咧，有乜事係冇事噶嘛？因為喺自己地方，即係 suppose 入得嚟睇嗰啲，應該都唔會係特別討厭我啦，係咪先？咁所以應該唱到有少少甩流，應該都 OK。fans 嚟嘅個個都係對我哋愛護有加。又要再講啦，啲有啲遲嚟嘅朋友啊，就快出碟啦，真係出碟啦。後來喎，係咪？係啊。哦，係喎，今晚真係聽到好多人點後來喎，咁我咪應該要點後來啊？好啦，如果想聽後來嘅話就心心，如果想聽我唱大會堂演奏聽嘅話就 like。你識唱？後來咪劉若英嗰只係咪啊？我唔識啊。我不懂我只是懂这段咯，是啊。哇，like和心都很多。好，我們現在停一停，再試一下。後來的話就心，大會堂演奏聽就like。心多一點還是like多一點？哇，好難分喎，不分上下。好，我哋今晚嗱，我個 part 咧就好唱後來，同埋依間我會唱多隻大會堂演奏廳，好唔好啊？我唔係好熟喎嗰只。嗰只啊，咁我唱咗大會堂演奏廳先。唔緊要，我睇睇先嚇，睇先嚇。係啦。費事我唔識，教到你冇得唱啦。嗱，我驚嗰支國語我都唔識啊。當尾啊。咁我哇，心同 like 都好咩喎？兩首都唱啦，咁樣。
清唱後來喎，清唱咯，唱有冇歌詞？我記得㗎嘛，你記得我，我係好勁嘅，我音樂唔叻，但係我係記嗰啲 key 係好勁嘅，即係叻咯。唔係啊。是你的特殊技能来的，是你的特殊，我怀疑有这个。栀子花白花。斑咁样啊？我啲国语唔系好识啊，呢个。我唔识，我就系唔识嗰段，我净系识。哦。哦。啊，净系唱嗰段咪得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好耶！由于阿 Mark 唔识弹后面，嗱唱咗俾大家听噶啦，睇下先啊。咁我可以唱《大会堂演奏厅》啦，系咪啊？頭先咧，今日我哋話咧嗰個燒燒咩啊濕濕燒燒濕濕，係啦燒燒濕濕悄悄夜靜無人。你見到玩過之星話陰陰濕濕燒燒夜靜無人。哇！啊，呢度唔可以咁樣啦。好正啊！瘦咗好多，好靚啊！多謝。擺明瘦咗啦！我今日一見到佢就話佢瘦咗啦。真的很慘，因為要出碟啊，大家一定要買啊！如果咧我隻碟賣得不好咧，出一隻就冇得出第二隻噶咯。收到你朋友嚟揾你都不認得你，望咗好耐。我而家喺度勁黑 sell， 因為真係成日有朋友咧，可能因為我都冇好公開講過話我簽咗唱片公司，咁、其實籌備咗好耐噶啦，咁所以上次在台灣，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話，其實在台灣唱動漫歌的時候都已經有帶了兩隻自己的歌去唱。好，送給大家有《大會堂演奏廳》。心湿悄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上飘渺，冰冰冷冷的将你未由黄丝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Thank you.
只幸运回头，大会含泪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惜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步，甜蜜甜蜜片段，正雨下你在笑着我唱个小丑，台下弹奏。但配音可以停再嚟講嘛，但係唱歌好似一甩咗都要，都要咬翻正。冇問題，絕對係咪好聽先？大家話係咪好聽先？多謝，我好難唱，唱歌真係會肚餓，而家已經好肚餓啦。我哋要揾你簽，要揾你簽唱喎。簽唱會機會嚟㗎啦，出碟嘅時候。飛雲應該會有嘅。飛雲。你隻碟是2018 Must Buy Item 之一，多謝你啊，多謝啊！頭先嗰啲又話買四十隻啊，有個話四十打嘅，四十打啊，係啦，我有朋友已經 cap 咗圖噶啦，即係唔買四十打嘅話，嗰個咧嚇唔少嘢噶，四十乘十。出碟要公布，一定會啊，一定會啊，因為要靠你哋幫手買碟啦，同埋宣傳啊。我不買那麼多，我買十隻算了。是不是的？沒那麼多零用錢了。唱得好好聽，多住隔著個 mon 都見到背肌，這些是什麼事？什麼？隔著個 mon 都見到背肌，他首先要隔著個 mon， 還要隔著你個人。是啊，好害怕我。好，阿 Mark 唱什麼歌啊？原本只是歌。哎，好啊，有人點歌，是啊。好，我都聽下阿媽唱《月半小夜曲》先。其實李克勤啲歌係幾好聽。阿媽噶幾時出碟啊？希望盡快啦！如果出完咧，你哋又唔買咧，其實真係唔知出嚟做乜。因為而家做音樂真係好難，真係好艱難，即係做乜都難，做音樂啊艱難，做啲藝術工作啊都好困難嘅。即一定要是很喜歡才會做的，是不是？是啊，無論不一定只是音樂，我想很多藝術的東西都是這樣。為什麼都要做？因為真的很喜歡。是啊，錢不錢就吃到飯，但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真的。是啊，因為真的很難，就算其實呢，今天譬如開 Facebook Live 這樣，大家看可能覺得好像很簡單，一開著 Facebook 就看到我們在度唱歌啦，但其實我哋頭先都組咗好多上嚟公司呢度咧，又要睇下啲燈啦，即係又今日都好好啊，有朋友嚟幫手打燈啊，咁係咪要多謝下佢哋嘅？係啦係啦係啦，我有朋友 He Man， 係啦，老闆都要嚟幫我打燈啊，係啦，好辛苦，大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同埋有 Jessie 啦。Hello Jessie， 是我多謝我嘅同事嚟嘅，係啦，冇錯。好，月半小夜曲係咪啊？啊，唔怪得知咁怪啦。人類總會犯唔同樣嘅錯。唔記得住啲話。係冇錯。我哋播碌啊。好啊。好熟啊。沒問題。Evonica， 係咪啊？
Hello， 兩位合唱辦，頭先合唱咗好耐，先啱啱嘅，好耐冇聽啦。中間是紫色的紫嘛，你會改名叫黃興平？不會，因為呢是出碟呢都有個新的範疇啦，會做歌手啦，咁有個新方向咁樣，咁就諗咗，咦，咁又中意紫前面兩個字喎，咁因為我細個問我媽話，咦，點解懷念都黃色、紫色，點解三個唔會三個顏色名咁樣啦？咁我媽咧就同我講話，細個係想改我個名係黃子藍。藍色、紫色、藍色咁樣嘅，因為有啲名係即係黃子紅、黃子青、黃子啡、好亂咯，橙咁樣，咁就想改黃子藍喎，阿媽。咁但係咧就我阿爺咧就唔中意啦，咁佢就話啊黃子藍咁樣，咁我話唔係啊，到我大個，我媽同我講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唔係啊，個名都幾好聽，同埋本身我自己中意藍色啊。哦，你中意藍色？我好中意藍色。但我多數好似見你成件粉粉紅色、黃色啊、粉色啊咁。係啦，但係中意藍色嘅。但係可能著衫咧，藍色就好似又唔係有陣時揾到啲好襯自己嘅衫咁樣。咁咧，所以就
不如話改，係咪叫都叫改藝名？藝名係啦，咁就又想 keep 翻自己個姓又唔想改啦。咁又覺得啊呢、這個又好似真係由細到大阿媽都想我改呢個名，咁我自己又中意喎。咁所以嚟緊咧，我個名咧就叫黃子藍啦。咁啊三隻顏色名啦，係咪好好記啊？正。係啊係啊，咁、啊、我所以第時但英文名咧 Kitty 咧我就。好堅守呢個崗位就唔改呢個名字，係啦，即係之前諗住，因為大家可能配音劇識我嘅人，我又唔想好似中文名、英文名都好似突然之間改曬啦。有人嗌你黃子瑩喎，黃子瑩，我頭先啱啱新聞報導員係咪啊？係啦，咁第時一定唔會記錯啊，三隻顏色名好記啦，英文名就唔改嘅，咁大家可以嗌翻我做 Kitty 啦，因為都比較親切啲，我覺得呢個名字由細跟到我大。係啦，咁第時所以出碟嘅時候咧，你見到要多多支持。係啊，黃子藍咁就走去買啦。唔好認錯個名啊！係啦，係啦。好，我哋係咪點合唱歌啊？啲人係咪都係黃子金？好，睇下先啊。我哋唱多隻唱歌咯，係咪？嚇、啊，唱多一隻咯，好唔好啊？定係冇所謂啊，冇所謂啊。一隻 end 埋佢咯，咁都十一點半啦、啊。我最後一隻歌，我哋唱一隻你最珍貴。哦，係喎、啊。好唔好啊？嗱、啊，我哋今晚咧就仲會唔會配音？梗係會啦，我仲要生活噶，我其實仲配緊噶，不過就真係冇以前配咁多啦，因為都想spend 翻啲多啲時間去唱歌。好，咁咧今晚咧快樂嘅時光好快過啦，咁我哋送俾大家有相思風雨中喎、啊，你得唔得？哇！都係唔好啦，我哋相咩啊？我哋唱翻啲我哋有練習嘅。是多謝 Lily Lee 的提醒啦，咁啊講多次我的 Facebook page， 咁咧就因為頭先我哋臨急臨忙咧就冇擺到我 Facebook page 喺個 post 度啊，咁完咗我會補翻嘅，如果大家真係想知嘅話，一陣間一完咗，我會我哋 po 我 po 翻頭先我喺度自拍嘅合照，咁我會 tag 翻阿 Mark 嘅，咁所以咧今晚嗰啲話佢唱得好好聽啊，彈琴胡加三十分嗰啲女仔咧，男仔都可以去at 佢嘅。好好啊 ，Paco， 唔該曬你啊，咁啊 Paco 咧啱啱打咗出嚟啦，嗰、那個就係我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嘅名啦。咁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做過一次 live 嘅，咁就係擺上我個 Facebook 嘅，大家都可以揾下嗰個嚟聽。係啊，因為唱一次 live 咧，真係都真係唔簡單啊！好辛苦，因為大家睇唔到就今日可能 set 麥啦，因為就想啲聲好啲，即係大家如果平時有睇我 Facebook 咧，都知道我有時想唱歌，我即係求其喺屋企攞支吉他，就攞個電話拍嘅啫，都好聽啊，咁就係咪㗎？你唱得好聽咯，咁就冇乜 quality 咁，就諗緊啊開 Face 點解一路都冇開 Facebook Live 咧？就諗緊啊，如果都係開住個電話喺屋企，其實啲聲音唔係話真係聽得好清楚，咁又不如一路就。冇去做呢件事，咁今次就好好啊！多謝，即係好多謝我唱片公司，好幫手，又借咗個地方啊，又一早又幫我 set 好曬嘢啊，又同埋朋友啦、Hitman 啦嚟打燈啦咁樣。要講明先，我哋唔係一間公司㗎。我哋唔係㗎，係啦，我哋唔係㗎，我哋唔係㗎，係啦，我哋唔係嘅。大家唔好誤會。係啦，係真係好最咁今晚最後一隻歌啦，因為都十一點半。不好意思俾我講多一樣嘢，因為頭先玩歌之星咧有提起，多謝你講起啦。因為我聽晚會有喺九龍城有 live 嘅 band show， 唔係 band， 即係我自己一個嘅啫。其實咁就嘅 live 嘅 show， 咁喺酒吧。咁我每個禮拜都有嘅。咁啊，聽日就十點鐘喺九龍城。我知 Mandy 好似話會嚟係咪？我諗住都去㗎。是不是啊？真的，但你現在這樣說，我第一次聽而已，我本身是打算去的，但你現在這樣說了之後，我又怕呢，就不敢去，免得好像被人看，有些癡漢知我去，是啊，都想提醒大家，因為我知道有時候可能有些粉絲真的會比較，即我也很多謝你們很喜歡我，但真的有時候 inbox 我的 message， 有些炸爆了我的 message， 有些，我不可以，即有時候我都沒有逐個逐個可以覆到你們，因為都，即好像譬如覆一個不覆一個那樣，好像不是那麼好，但你們的 message 如果是正經的 message 的話，我是有看到的，是有聽你們說話的，這樣的。所以不要想著我不認你就沒有禮貌這樣不是啦，沒人我認識得那麼多個最和蔼可親是你的了，是不是啊？肯定的。好正，好啦，送給大家有今晚的最後一首歌，
你最珍贵。系啦，你最珍贵。有咪開 live 真係好爽，我哋多謝阿 Zero 啊！係啊，多謝 Zero， 哎呀，多謝 Zero， 今日其實係佢全部 control 住。冇事啦，有咪開 live。我都覺得好衰啊，完全唔記得咗多謝佢。多謝你啊，多謝你。後備人員係啊，多謝。一陣間請你飲水。有冇請人飲水？冇錢啊！啲歌手未紅之前，唔係啲歌手未紅之前，通常冇乜錢。即係問兄情義重你啊，即係關心你身體健康。係啊，係啊，係啊。OK 啦，你念着歌时候，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坠，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你，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情路上受伤碎，你最珍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坠，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你，你别拿一双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你最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你，你别让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上受相随，你最珍贵。多谢。Thank you。好啦，已经系11:07啦，咁今日就咁啦，都唱咗成个几钟啦。哦，好开心啊！我今日揾得。系咪啊？好开心啊！原来啲齐架餐系好好噶。即系又一弹琴啦，有弹吉他，仲系有麦添。因為其實有麥和沒麥唱都爭幾遠，是的，因為有時如果沒麥呢，因為樂器又很大聲，又怕 project 不到，那個人就很自然，又好像會用多了死力 去唱這樣的，即是喊得很辛苦，是的，不枉今晚趕回來坐定定看這個 live， 果然是好聽，多謝曬，多謝
我聽到電話冇電。咁啊好啦。係啦，啱啱好啦，咁今日就完啦，希望可以快啲再開 live 啦，係咪啊？係咯，咁一陣間我會如果今晚中意阿 Mark 嘅人咧一陣間我完咗，我會 share 個 post 嘅，咁你哋可以即刻去 follow 佢啦。咁如果阿 Mark 嘅朋友咧，今晚嚟到呢一度睇呢個 live 咧，都中意我嘅話咧，就可以去記得要 follow， 就喺翻呢個 Facebook live， 佢入得嚟就應該係啦。即係因為我入嚟嘅咧，就記得要 follow Kitty， 因為 Kitty 入嚟嘅咧，就希望大家 follow。係啦，係啦，係咯。咁今日就多謝大家，好容易有冇啲 message miss 咗咧？冇啦，烏卒卒。有冇啲嘢好想同 Kitty 講啊？快啲講啦！佢唔係成日復 message 噶。係咯，唱尹光，我都好中意尹光。我真係中意尹光，唔係講笑。我最中意尹光嗰首咧，就一定係小李阿爸。係啊，我中意嗰首咧都唔係好方便喺度唱嘅。唔係啊，小李阿爸其實講反吸毒噶嘛，即叫啲僆仔唔好吸毒噶嘛。我覺得嗰個好嗱認真嚇，唔係吹水，即我覺得係好有前瞻性嘅。系尹光真系不嬲，同埋好好笑啫。偶像嚟嘅，当啲人话听 Big Bang 嘅时候，我话听尹光啦，真系系咯。咁今晚多谢大家啦。咁如果想重温嘅话，一阵可以喺翻即系睇翻 Facebook 咁样啦。一完就一重温噶啦，系啦系啦，应该系嘅。多谢今日第一日开嘅 Facebo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拜拜。按掣先停到嘅，拜拜。你按完嗰個掣之後，係咪按咗啦？就唔好喐佢。如果唔係，會冇咗個 pose。